好，谢谢同学。大家好，大家午安。各位乡亲，跟我们所有的侨界所有的领袖啊，请各位在这里大家齐聚一堂啊。你好，我是叶俊平，特别叶，那是本业是会计师，但是做了很多不是本业的事嘛。所以呢，经常在讲这个税法，就已经觉得挑战性很高。但是今天看到法案的时候呢，我自己都觉得说这个难度更高。毕竟来讲，这个是自己专业本分的内容，但是呢，税法跟很多法律其实都有一定的一些的逻辑相关，或者是它的演绎的过程。你知道每一个税法或一个法律的过程，所以一直在修正的时候，就跟税法一样，改了那么多次，改到我们自己都这个今日事和昔日已经搞得要搞清楚说各法条对适用是哪一个年度的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这个方式。但是有没有发现说，其实我们在讲这个2758的时候，是不是有没有觉得这个时空在改变啊？这个时间在转换的时候，曾经过去到现在，大家的这个诉求一直在演化中。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一直找到这个契机是，本来这个机会是一直给这个台湾或者华民国或所有居住在这个土地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权利，有这个机会。但是我们为什么到今天开始要很重视这个议题？因为机会是这个上天给的，但是呢，我们不去争取、不去努力的时候，就会换成一个泡影。那刚才讲这个七五八，其实刚才同学在讲的，其实你看到短短的190个字里面啊，我们仔细的看里面，其实这个中国自己也犯了一些错误，因为他们太急于想要这个彰显他们达到蒋介石，所以说他把这个国内的宣传的方式，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国际的条文里面。你看这个字眼，其实这个当时周恩来看到的时候也是非常惊讶，说，哎，这其实呢没有把很多的这个东西讲全讲足。没有提到中华民国，也没有提到台湾两个字，也就变成开了一个后门，就把我们再设计一个软体，而且隔漏洞留在那边，等待后世的有机会可以再重新解释。那中国发现的时候，他一直怎样扩大解释？扩大解释，这个法律其实就包含这个所谓的代表中华民国或者是台北这个蒋介石政权，甚至台湾，全部都在这个法条里面。也就是说，你们没有机会再回到联合国了。所以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运用他们的这个影响力，不管是政治啊、经济啊，或在各地的方式，来使这个第三世界国家跟他很多这个他寻求的策略，能够把这个法条的扩大解释。所以我们一边在讲说，中国在扩大解释，把它变成是一个中国。但是美国从来没有讲过说一个中国，它而那里说我们有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是中国自己讲的，但是呢，一个中国的美国采取的态度是政策，我了解你反一个中国，但是呢，美国的态度是这个世界很大，我听到了你的错，我也知道你想要一个中国，但是呢，我并没有说到一个中国，前提是有前提，所以说呢，中国在扩大解释这个2758，但是呢，美国或者是自由世界国家其实认为说这样是变相剥夺台湾在这个国际社会参与的机会，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中国一直扩大解释，那个美国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你看布林肯有讲要把这个台湾实质上这个有意义的能够加入这个国际实体。我们想到这个在这个 SARS 的时候，台湾都不知道有这个流行，澳大花园之后才开始这个透露这个讯息，台湾从日本人才知道有这个 SARS 这个病毒的这个大流行。所以说这么多的东西。在2758里面，他讲了两个大错误。第一个就是说，他说是重犯，中国从来没有拿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安理会的这个席次，所以他说他是重犯。另外一个是说他是蒋介石，实际上这个明显有那个当那时候的照片，大家可以分享，是说中国代表在联合国非常高兴，嘴巴笑得笑不拢嘴，是呢。他们的心理是用国内宣传就达到蒋介石一切为最大诉求，但是不晓得国际法，其实有很多还是要蛮严谨的。好，那我现在跟大家讲说，其实呢，我们可以看这个我要讲的部分呢是美国的有台法案及其影响。好，我们就直接因为现在我们也都像跟年轻人一样啊，全部东西都开始要往这个所谓的。网络上各种社群媒体能够更多的方式来发生。那其实现在的资讯战跟所谓的认知战
不只是在我们的线下在做，那线上有很多的东西一直在不同的这个解读。那当然呢，我们讲说为什么呢？这个美国的有台法案这么重要，是因为其实很多情形在自由民主国家已经发生这种趋势。我们讲，这次在这个巴黎奥运是不是觉得很振奋？是说，因为我们在这边得到一个很优秀的成绩，我们有两金牌，还有其他的，总共有七个牌，这个奖牌，最重要是我们有两面金牌。但是呢，这个我们这个 Jack Rowling 跟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奥运选手李宇，他表现优异表现的时候，却得到我们很多的这个共鸣。为什么？因为这个李宇他自己本身从小就被骂，他在打拳的时候呢，不管是 IBF 对他的这个所谓的性别的认。这个霸凌跟污蔑，然后再加上呢，说很多这个很多方式呢，大家用这个网络上攻击他的这个信息，他不受理睬，却用他自己来证明一切。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共鸣，是因为这其实不是跟我们台湾现在全世界表现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因为你遭受霸凌，在很多的这个诠释权威之下，你必须要自己默默付出，得到了成绩，就好像我们在讲说。医疗工位做得这么好，但是你做得再好，就算是优等生，你是 A plus 的学生，但是我们为什么进入这个 WHO、WHA 这么的艰辛？只是因为 Jack Rowling 说，因为你的性别是男的，所以呢，就不能参加这个女子的这个运动赛事。我们就好好说，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加入 WHO， 你表现再好，你也没有办法得到金牌。就算我们在这个医疗工位上得到金牌，但是。所有的努力还是要靠自己的付出，所以其实今天在讲的计划，我直接就讲这个结论是说，如果今天2758是这个台湾再怎么努力，我们有没有机会到联合国？这是自己要努力的部分。相对的部分，全世界会看到台湾的努力来深远，是有看到，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对照组是中国。今天为什么2758会这个出来？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自己做的太早。中国做得很好的时候，基本上这个机会是不一定会给台湾的，不会给全世界一个国家这么大声援的力量。所以说，中国做得越差，它越不符合这联合国宪章，其实它有可能被驱逐了。但也就是说，它做得越糟糕的时候，台湾的这个机会进入联合国的机会就越高。所以说，我觉得是完全要看这个什么因素，不仅是我们需要努力，我们自己都不了解的话，其实我们的机会更低。那当然，我刚才讲说，他这两大缺点让他在2758上给台湾的一个机会。那其实为什么要给台湾的机会？是因为他自己做得太糟糕，大家才没共同审视。其实当初并没有把台湾和中华民国这些字眼放在这个2758上面。好，所以其实讲回来，这个其实一样，中国其实很多地方也靠这种方式去霸凌所有的这些所有的产业。所以说，他只要看到。在这个我们长隆会馆，在巴黎，他说又画出了中国的五星旗，他就开始攻击舆论来做抵制，甚至把个人平台上这些所谓的注册订阅这个饭店的这些的什么去这些这个去当他们一些的东西，把它下架。所以我觉得其实一样，所有事情大家都是一样。如果说今天很多的方式是因为你的主张。但是用别的方式，用比较霸凌的方式去要求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说再也不是体育，不是体育，那什么卫生也是卫生，政治呢，变成是政治的话语一直在里面说，会让我们所有对外的各项的这个优异的表现，不管是经济、外交、国防、军事，或者是所有的艺术文化、所有的工作，都会受到很大的阻碍。好，所以我在想说，为什么在这些的范围之下呢，我们就开始回来看。其实呢，这个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法呢，有非常许多的这个进展。尤其呢，他们开始在警示，中国在很多的人权方面或各项的地方呢，其实都已经违背联合国的宪章。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现在这个联合国很多的这些当初的设计，不管这么多这个票，这个投起来的时候呢，对这个民主国家的很多的主张呢，是一个。是一个有益的一个主张，也就是为什么从这个川普以来，他开始就在想要建构非联合国的这种方式，另外用一种非民主国家的联盟来开始来展开更多的对话，展开更多的这些经济、外交
或各式的这些所谓的交流。也就是说，现在有没有从解构新的联合国的这个，把解构联合国再重新一个新的联合体系呢？其实我们从很多的方向跟很多的角度都看得到这些的进展，还有这样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潮流的趋势。所以全球一体化呢，其实也被彻底打破，就是因为价值观的改变。那当然，我就开始讲，从这个台湾关系法以后呢，其实我们忽然发现台湾变成是一个热门的打卡的景点，也就全世界都要来台湾的打卡，包含各项的法要跟台湾来做交流。也越来越担心这个中国强力的抗议，反正你做什么他都抗议，你不做他也抗议，你做他也抗议。但其实呢，全世界这个风起云涌，因为台湾的表现，基本上呢，也因为台湾有很多地方是世界这个。很多看得到这些状况，包含这个晶片，包含这些这个科技发展。那当然，我们先讲这个台湾旅行法，其实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法律啊，因为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内容呢，在提出时间是2016，但是我们签署时间是2018。自此之后，就台湾开始到处都有这个各国的这些的就以美国为主为开头，所以带来就是各国开始到台湾来旅行。那当然说我们。这些部分呢，就是让这个所谓的松绑性的动作，让许多这个在我们像驻美国的台北经贸办事处代表跟任何在美国机构都可以成立这个正式的活动，也不受这个未来很多的限制，所以让我们的参与，让交流更多的畅通。所以我们今天看台湾旅行法，其实就是打开这第一层，因为有对话有交流，才可以让世界更了解台湾，让台湾的更多感情可以去接触到全世界的这些的。方向。好，下一个就是台湾保证法。那台湾保证法其实它就是针对这个台湾旅行法的实施情形，它也有一些观察的报告。那这个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法律，那我就是把每个法律呢，让大家去了解一下说，有些法律有是非常有长足不可这个或缺的一些影响性。那其实呢，我们其实在讲一直在讲依法。三公报的这个六项保证，其实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军事方面的常态化的这个军售，一直是台湾最需求的。就是说，我们花那么多钱，是不是买到最好的武器？那防御系统武器还是说各种系统武器，其实在战略上也一直在调整。那在下一个法律呢，我来介绍的是那个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地加强倡议法案。那其实呢，就是让台湾能够扩大。这个所有的这些跟美台邦交的国务办跟其他国家跟国际组织，所以呢，这些其实都有在铺陈台湾是否能够手牵手跟着全世界的这个国家一起，这个参与这些国际的活动，增加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其实这就是一个很重要，我们一直讲各法最后是讲台北法，台北法其实就是开始奠基我们说的外交活动，或者是说我们跟各个国家能够有一些。有非邦交的方式，但是我们有一个正式关系的交流。那再往下就是在讲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这个部分呢，就开始在对等的时间呢，就是一直在讲已经有考试的对话，从2020开始，2021、2022、2023，所以说呢已经有四届。基本上呢，就是要讲的议题是四大议题。美国要把这个供应链移转，所以说希望这个供应链韧性是有弹性的，就是说不会因为所有的供应链都在这个中国地区，让美国绑手绑脚。你想疫情的时候，美国最缺的是口罩，这些有氧的这个呼吸机，这些其实后来美国发现，连这样都变成是一个国家难题，所以他把一些重要的东西，供应链变成韧性的一个调整，还有这些经济的胁迫，包含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也不断。用别的方式，用这个所谓的经济走廊来做不同的这些经济的挑战，还有未来去做一些一个连接国家安全跟所有的这些技术。所以基本上呢，在这个对话的时候，其实针对的是经济面。所以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是台湾旅行法是国际交流外交层面，接下来开始就台湾的经济跟美台的经济的互动跟活动呢，做每一年都做不同的这些对话，能够加强台湾跟美国。这个部分的这个伙伴的互相的这个繁荣跟进步。那接下来就2021讲的是太平洋的客制倡议。其实呢，就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台湾不仅是一个美国的利益方面，
也就是说，他希望用所谓的威吓，我们慢慢把这个战略我无法改变成战略奇迹化。所以说，在这个所谓的台湾海峡，这么多国家也要来巡洋的原因是，这里的说，这个台湾海峡绝对是一个所谓的国际一化公海的保护，叫不是一个中国的内海。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些的这个平安一直在讨论，就是如何用有效的武力吓阻，避免这个战争的可能。因为今天我们一直讲二七零嘛，今天如果这个在中国扩大解释的时候，也中国武力统一台湾，也变成合法化。所以说，其实大家有关注说，但是大陆感觉听不了中国。但是反过头来说，扩大解释是说，中国可以运用二七零八说，这是中国自己的解决这个内政问题。他用这个武力统一为他的诉求的时候，我们到那时候才开始重申二七零八的重要性，我觉得会是意外。那台湾成立的话，就是说其实已经规定，这个拜登就是说所有在这个2022这个会计年度联邦政府拨款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能在这个美国政府自己做这个地图的时候呢，用不正确的标示方式的话，台湾标示的好像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其实美国一直在重申他是了解有一个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政策，但是他并没有同意这个中国的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个原则呢，就是对美国来讲时间未到，而且要用这个全世界公认的一个模式、一个价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所谓的台湾的问题，绝对不是单方改变这个现状。那当然，今天法案就是对我们很重要，这个其实呢，就是拖前开展这个说明。我突然发现了，未来要做这个所谓芯片美元，就是说它在控制使用美元的时候，下一个世界掌控的部分，就是跟芯片息息相关，因为这个芯片就代表了一个国家安全。所以美国的政策希望能够延缓这个中国在芯片上的这个所谓的超越，让这个中国跟美国的这些的部分呢，能够有多年的这个差距，至少3年。所以说，美国用这个拜登就是用拨款的方式补贴了527亿美元的这些补贴在这个半导体制造业研发。你说为什么最近这些 AI 的这些所有的产业股价都大涨？当然现在又调整，但之前就是说风险一个最大原因就是未来都压保在这个所谓的今天的这些发展上。那么台积电呢，当然也有这个获得66亿美元的补贴。所以说呢，很多资本主义看到美国其实在下发的棋，那包含芯片，不只是芯片，他们所谓的叫做重要的这个国家安全物资之一。我下一个我们讲是台湾安全援助倡议。所以说这其实倡议其实就是说要拨款给台湾，就是说提供45亿美元，加速这个台湾军力的现代化。它其实就是要用一些具体的战略，想办法对台湾的这些的现在的这些防御的这个能力，是不是可以抵御这个武力侵台的这个可能性？因为现在美国才发现他赶快做的国民的准备的工作不够，所以说现在的这些年度呢，其实对这个武力统一台湾的这种风险呢，会因为年度的越久远，这个美国跟台湾的准备越充分的时候呢，中国这个武力犯台的机遇会越来越小。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立法院对很多的国防经费，要想这个花钱要花在刀口上，其实这几年的这些国防预算其实是蛮重要的。如果一旦没削减的时候，有可能这个军力的这个不平衡呢，造成我们可能陷入这个台海危机的这个风险会更大。好，那2022有一个最重要的法案，就是这个所谓的台湾政策法案。那其实呢，它讲的就是认定台湾为北约以外的重要盟友。所以说，台湾不仅是在经济上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在这个所谓的小北约，我觉得小北约就是在亚洲地区成立的北约，包含日本、韩国、台湾，甚至到菲律宾这些地方的，其实他已经把台湾认定是一个最重要的北约以外的这个重要盟友。所以说，在这个很多的这个战略地位上，有更大对台湾的这个宣示。好，下一个就是台湾强韧性法案。其实呢，它里面也包含一些计划。其实看这个美国很多的法案都涉及到台湾的时候，是很多的这些法案的这个交叠。所以这些的不管是台湾海峡的这个台湾
政策法，还有包含这个台湾奖学金法，就是台湾学人计划，那在落实这些台湾补习法，它其实是一直在巩固它之前的一些法律上有更没有说明到的东西。其实它的法律就是一直是涵盖性涵盖性，一圈加一圈，讲来讲去是越把这个台美关系的这些重要核心的这个理念跟价值一直包容在新的法律里面。所以这个是在2022年12月15日通过的。那台湾奖学金法其实它是利用美国联邦政府的员工到台湾交流学习中的，跟这个台湾政府跟台地缘政府这些，它就是提供拨款让这个美国的人到台湾啊，这个所谓的有这个奖学金的这个资助，所以它叫台湾 Fellowship and Aid， 基本上就包含在这个2023国防授权法。其实国防授权法其实我们就很关注，它里面讲很多的地方是以美国视角来这个推动它的一些国防授权的这些经费，但里面呢越来越多都涉及到台湾，因为它是要把台湾在各方面上，不仅是说美国要提供很多的方式让台湾的这个军力呢能够很快的提升到一个可以所有核武这个阶段，而不是往这个严重落后。所以说开始来讲，用无人机啦，用不会生的这些战略啊，其实就是因为要建构一个好的一个国防的武力的时间点是非常长的，机会也需要很多。那是不是用比较快速的方法帮台湾赶快把这些的这个战略的武力的这个效果能够达到？那再下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讲国防授权法其实好几个，不管是2023、2024、2025都有包含在讲的这些的所谓的台湾相关的这个部分，就讲说要提供100亿美元的平常军事财政援助。所以说呢，其实呢，很多人说好像都是要跟台湾花钱，其实美国也在拨经费，有可能很多的好运方式，不管用租借或者是无息贷款的方式，增强这些所谓的在台湾要拨经费在自己国防武力上的提升的时候，美国其实也很积极的在帮助台湾，用美国自己的经费来这个帮助台湾能够快一点在台海地区的这个风险能够降到这里。那再下一个是就刚才那个讲到特别讲台湾国际团结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在针对我们在讲2758，看看美国终于表态，所以开始说的话，其实银行对台湾要拉近到这个全世界加在一起。所以说基本上呢，它的这个团结法呢，是希望能够赶快，因为现在已经在众议院通过，希望参议院在选举过后，大家推动让参议院通过，让总统来签署。所以说这基本上呢，就有机会让2758这个帮助在这个我们加入到这个联合国的这些进程会更加有确立的一个目标。好，下一个是网络安全。其实是哦，网络安全其实就是这个，现在就是网络安全，所以说基本上要保护台湾的基础设施跟所有的这个 cyber security， 所以说要网络安全，是因为下开头看一个就是说的网攻，那你看那个马斯克跟那个这个 Trump， 他光是卡在那些网络的攻击标上，也被死很多，所以其实台湾未来网络安全是有所关注的一个目标。那当然是有这个授权法，他其实一直在讲说如何帮台湾军队做培训，所以我一直在讲说，他这么多的国防授权其实都隐含对台湾的不同的帮忙方式，包含培训台湾的军队啊，增加这个军事的合作，甚至有更多的演习让台湾国家下一点。这个就是跟我的本业比较关系，就是台湾租税协定，也就是我们其实在推动，希望我们这个租税不会在双边的投资的时候，比如说台湾在美国设立公司的时候，能够减少这个双重课税的负担。那包含这个所谓的预扣费，比如说我们有抽底，现在如果说照标准没有这些的帮助的话，我们的抽底就是30%。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武力在发放的时候，你就要用30%去扣。如果能够通过这些租税协定的话，对于台商啊，在到美国投资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就所谓的税务成本节约。相对的，当然，我们在美国的这些在美国的这些
台湾台美人到台湾，用这个美国去设立的这些租税的优很大一些，把这个成本降低的方面，包含很多的这些常规机构或者是这些收入的处理方式，可以达到两边在税务上有更轻的这些的负担，再加强更多的投资的意愿才有。那分析台湾法案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的央企跟那个高福利所提供，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IMF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 IMF 有工作机会，是不是到时候呢能够有一些技术的援助跟培训，其实呢已经讨论到这个所谓的金融政策。好，下一页。好，保护台湾法案其实呢就是怕中国的威胁的时候呢，把这个台湾排除这个G20或者是 EIS 这些国家金融机制组织外予以反制，所以说呢，变相的在这个金融体制方面，也要把台湾纳入一个保护的范围内。好，最后一个法案，就是2055国防授权法案，其实呢已经在讲说，在台湾要设立一个地区的应变军事储存，就是军备的一个储存。所以其实它越讲越细，越讲越多，也越讲越把台湾所有的方方面面，包含军事、国防、科技。这个外交、金融、经济、财政、税务，全部都涵盖在美国未来跟台湾这个地区的发展安全，做一个长期的法案的推动，所以大家会拭目以待。台湾是美国是跟着台湾手牵手一起走向这个国际，我们不仅要需要美国的帮助，也需要全世界的国家帮助，也更希望中国的表现越差，我们这个所谓的2055方案的更成功的机会更大。